安装前，请先检查配件是否齐全。安装前轮，放上一个垫片，装上轮子，再放上一个垫片，用螺丝固定即可。可用工具辅助锁紧。安装后轮，装上轮子，再放上一个垫片，用螺丝固定即可。可用工具辅助锁紧。后轮铁杆是共用的，如果螺丝无法顺利锁上，可用橡胶锤在对面轻敲即可。安装轮片，将轮片对准轮子卡槽卡进即可。安装方向盘，装上方向盘，用螺丝拧紧固定。电源线连接，将电源上安全帽取下，把线对准颜色插入即可。测试电源线，安装座椅，将座椅卡到位，用两个螺丝固定即可。安装前挡风，将前挡风对准卡槽卡进车体即可。安装反光镜，将反光镜插入车体即可。安装迎宾灯，打开车门，卸下车门内侧两个螺丝，将迎宾灯装上电池，放入车门内，盖上盖子。用螺丝固定即可。泡棉贴可贴在盒盖上，外膜不要撕掉。一段时间后，灯会自动关闭，关门再开即可。下面看如何对码，遥控装入电池。按住对频钮数秒，待灯光闪烁，同时开启电源。灯光横亮即代表对频成功。整车安装完毕，谢谢观看。